现在呢正值欧洲联赛的休赛期，巴萨中场核心哈维就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，巴萨众星也是纷纷到场祝贺，为这位低调的中场核心带来了一次高光时刻。参加婚礼的明星阵容可以说是相当强大，法布雷加斯、伊涅斯塔、梅西等人携带各自的伴侣为队友送上了一份真挚的祝福，他们的出席也让这场婚礼显得星光熠熠。球场上，哈维是巴萨中场的大脑，不可或缺，而在赛场外，哈维的新闻却很少见诸媒体，于是当哈维与相恋一年半的女友努利亚完婚之时，很多人倍感意外。而31岁的努利亚也不像很多球员妻子那样誉满全球，她只想做一个在身后默默支持哈维的人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，婚礼结束后，哈维夫妇将收到的全部礼金都捐给了巴塞罗那的一家医院，以帮助更多的患童重获健康。球场上够低调，球场外有爱心，这样的哈维确实值得尊重。体育频道编译报道。